我录了。来吗？来，走啊。找一个行程的啊，行程，行程码呗。对，就是那个行程码，对。嗯，对，好，嗯，好嘞。都扫好了哈，都扫了哈，都扫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学长。学长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嗯，学长，王老师，你是几届的？我是00，然后高中是03。零三，我是05。零五，我是05，咱俩都是05。咱先去教室。都可以，都是无限限，随便走走。好久没回来了，哇，这个操场就给你看教室，但是现在的教室都改了。嗯，对，哦，你感受一下。哎，这咱们那会儿可没有啊。对啊，这个现在所有的北校区都是小学生房。这个教室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教室是初中部。当时你们的初中部，这是我们之前这块是初中部。之前这半截是初中的，那半截是高中。这半截初中那边，哎，之前我三班，在哪？就旁边。就是咱得穿过去，就是往那边走就可以了。现在这儿是初中部，就是我们之前的这儿是初中部。完了以后很简单，就是这一片是初中部，过了这儿就是高中部。头就是三班跟四班，我是三班的，隔壁是四班，完你是一班二班在楼上，对，二楼。这个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老这样吗？摸，对，是男。我们以前对，必须每次都是哎，摸了摸了一个底儿。这是三班，这就是我们班，这就是我们班。虽然哎，嗯，但对不起，哎呦，你进去看看吧，那太脏了。这是你们班是吧？当年这是我们班。哇，哦，哟，哦，以前你们班有这么大吗？哎，就这么大，对，就这么大。这是我高一的，坐二班。这是我高一的班。我坐过这儿，这个位置。这个现在都带电视了，对，所以就非常好。现在，这就是我高一的时候。对，以前我们电视都是挂在现在监控那块儿。对，哎，我好像也在这个。高一好像也在这个教室，因为咱们高中全在这个，就这一对这一步。高二我就上去了。对，我感觉你们一回来就瞬间把我的那个记忆拉回来。有没有回去了那种感觉？这一班还行，我说上就想看一下高二的一个班，就是高二就是咱们上面。那就上一班。走走。又关上了一片回忆啊！嗯，我们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咱们班右边。对。不，你能记得这么清啊？当然记得。对啊，我跟他一班的时候。他高一的时候，我是在这个教室。哦，他是我们，你是一班的吗？在那个教室。这个就是我，我们高二，我跟老高的。对。你没也没锁。一起的，一起的。现在是六年级八班了。这就是我跟他一班一年的时候。对。我当时的位置在哪儿呢？我当时位置就在这儿。对，就在这儿。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垃圾桶守护者。对。我当时是讲台边儿。对，我也是讲台边儿。对。咱这会有这么小吗？一般人多，对，班肯定比你那个。哎，刚才那家是不是找上学的时候经常干的事儿呢？坐，能不能有个坐下？坐，我给你们一个件儿，老师。哎，老师 ，I have a question。好，哇，咱这个班，可以啊，感觉比以前小了，小很多。先把门关好，把顶记得真的太清。那必须的，毕竟是青春的回忆。现在俩选择，要不然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是体育场和公园，往这边就是食堂。是，咱们先去食堂。先去食堂吧。先去食堂。那我们现在走的就是每天加餐。每天加餐的路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这范儿。以前老高就是这样，每天就在那溜达。就是这样，一下课。但是那时候树还矮呢，对，没那个。对对对，咱还得从那个门进吧。就是老门呗。对，就老门进。但是那会儿还记得，我跟老高是，就非要嘚瑟。那会儿巨坏，就是我非要从那边走，因为我经历小学部、初中部，完了就是为了要引起一片注意。引起注意。这个以前是这个绿布还在呢。对。咱之前是三层是吧？对，二层吧。三层，高中是三层，我记得。格局也变了，还是一样。之前这些都在，这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对，你还记得咱哎，
咱那会儿那桌就在这儿。对对，基本就坐这块儿，就是现在这个做面这地方。对。然后那个吃包子就得在这儿排队。对。这儿排一条队。对对对。排了包子现在也有，还是那个味儿。那可以，哎呦，没有韭菜粉条，我只要记得是桃酥。哇，桃酥现在也有。对，装点牛肉面，牛肉面打卤面。哎，海外伙食还是好的，嗯，伙食特别好。转一圈呗。你要是过几个月再来，学校去买，就各种花什么的。从哪儿走？这么都行，这么走。行吧，这么走。你要去体育馆吧，现在也没人了。可以，先看一下体育馆呗。哎，我看是不是这点有你那个签名的球来着？真假的？真的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优秀校友，优秀校友。这是怎么写的呀？这个？这上面这个是？对，上面这个是。哎呀，这是我们当时唱《爱我别走》那个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就是在这儿。你说你要炫一下吗？这都是基本功，我告诉你。哎呦，这家小球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是送你。哎呦，哎呀，就这么。哎，有，哎呦，还是可以，你看，让老高来一个。没关系，再来。哎，再来一个，行，没问题。最后一投。哎，再来，给他剪进一个。不，这好。给他剪进一个。剪进一个。哎呦！打碗。不投了，哇。这是你熟悉的，对，这才是我熟悉的。哎，但是这个草皮不一样了。哦，以前比这个要长吧？对，以前比这个要长。之前你还记得你在球场，咱俩你说让我守门儿啊，然后你站在一个巨远的地方，然后说你信吗？我能一脚踢进去？我说我不信。然后踹一脚跳了一死角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好早了。那时候多大？哎呀，我高一吧，应该是十年往上的事儿了吧，真是。这不止十年了。你那会儿踢球吗？我不踢球，他把我拉过来的。对，他那会儿打篮球吗？对。那毕竟还是上学之前就认识了。那确实。哎，可以。你好。行了，差不多，安定吧。哎，以上是我们本期的内容。有什么想看的，可以给我们留评论。反正我们也不一定会看，是吧？对，还挺感慨的。对，这一期不是再见了，应该就是青春再见了，对吧？也算跟青春再做一个告别。我还年轻，十八岁，都年轻，行吧？行，那就也不耽误了，下期再见吧。对，下期好，拜拜。牵你手，让我牵着你手，我们慢慢走。牵你手，让我牵着你手，我们慢慢。哎，对，这个角度很好，我在后面。嗯，显得脸小。对，我是个大脸。哦，哎呦，哎，你在这车里面四个人里面，你叫大脸吗？咱俩这老脸，趁着这小脸，你说真的？我可以不叫大脸，但至少现在是叫胖脸。我们但凡只要超过三期，咱们就看看这个 flag 到底怎么回事。那我就是一集开始瘦下来。哎呦，今天那就节奏开始了。哎呀。但你知道我每次从东边往西边走的时候，都有一种那个就时光穿梭的感觉，就是坐上时光机，然后因为东边其实北京特别明显，东边和西边的节奏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一到西边你就会觉得时间变慢了。因为咱们是太慢了，咱办了17年。对，就是因为整个西边都是那样，所以我们会觉得东边的节奏很快。但比如说就是第一次来北京，你只在东边待的话，你其实不会有这个感觉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好，就是返璞归真有点太过了。那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回归自己的初心嘛。对，从哪儿来的先回到哪儿去。对，就是找一下自己当初的那种感觉。
那天我特别有感触，那天那个咱们小时候老去那咖啡馆，哎呀 Yellowstone Yeah 老板去世了，然后他有那个告别仪式，我跟孙总和苏少去参加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路从东边往西边开，然后呢，然后你是去告别一个青春里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，你就觉得时光一下穿越了。当然，你还记得那会儿南非世界杯，咱们都在那儿看的。对对，都在那儿。而且当时我已经出道了。老师。啊、嗯。因为那会儿我们永远就是去那儿，点一个喝的，点一个肉酱面，一人拿一个电脑。电脑在。完了，你知道看的是啥吗？人人啊，刷人人，完就是刷你啊。哦，对，那会儿日和嘛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没想到我出现在你们的青春里了。